感谢观看，远观看此视频的您，永远健康幸福快乐。在外国人的眼中，为时魔中，国人个个不显老。中国人是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吗？但就像我们中国人看外国人会脸盲分不清一样，在外国人眼里，中国人的年龄也是个巨大的谜团。于是有人在一个节目里让一群的老外去猜一些明星的年龄，结果首先是王力宏，再来就是钟汉良了，同龄的英国大叔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然后是贾静雯，大家普遍都猜少料20岁。外国人十分羡慕料，但对于中国人为时魔不显老这个问题，外国人对这种能保鲜的冻龄的秘密非常感兴趣，或是他们显然有他们的解释。他们觉得中国人能够保持年轻的终极秘密是大概中国人都会修仙。你们是认真的吗？你们是不是对中国人有时魔误会？还有人表示原因可能是喜欢打太极，也有说是因为中国人吃得好，喜欢吃蔬菜。然后作为英国人，大叔开始料日常英式自黑的模式，最后还不忘带上美国人。外国人觉得中国人的不显老基因简直像他料挂一样。不过这个意大利的小哥也吐槽料，中国人就喜欢防火防盗防日照，在中国街头上晴天要比雨天看到的伞多很多。还有一个小哥回答十分精辟料，他说因为有美颜神器，他说自己也很喜欢看美图，因为很有趣，有时候他和女生一起拍照，看到他们给他 P 的图，他觉得简直不像自己。最后这对小情侣似乎很想要知道，在中国人看来自己是几岁，小姐姐还微笑地摘下眼镜，似乎很自信，那就乐观估计。于是听到回答的两人笑容逐渐凝固，你们认为他们到底几岁了呢？感谢观看，喜欢的可以订阅哦，感激。